对。酷哦。我的做法给你看，我的做法就是像我是申请一个 YouTube 频道，然后这些影片我会给他上传，那上传了过后就可以连接 AdSense 的话，像到今天目前你看他的流量，反正就有75000多，那昨天是38万，那这些东西的话也可以，还有就是有刚我们所讲的，就是曝光签字的话。影片它下面有时候都会怎么过5秒后才可以看，或是下面有一些广告，就是1000字，其实很低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曝光1000次，而且还要看完影片的才1块多，如果中间关掉了就没了。要看到完吗？至少要看超过一半。嗯。那所以如果你的影片拍越短，其实越好。它也有限制，大概你最低影片还是要在1分半以上，不然它就不会允许你放广告，因为你的影片太短。那所以如果你放1分半的话，至少要拍1分钟。啊，不过一开始我的想法是，就是小朋友的影片放上去，我随时可以看。那是后来慢慢才观察到，哎，很受益。那。收益的部分，因为我总共从他小时候到现在也上传了大概5000多个影片，所以现在每个月的广告费大概是美金3000多块，这变成我一个额外收入。哎，可是他不是美金超过外币超过多少的时候，不是也要课税？台币670万一年，所以我离那个还很远。可是你这样子是累积起来，其实这样也